我们看29题嘛，它现在有两个的圆盘，一开始在下方圆盘在转动，上方的没有在转动，然后把它给放上去，最后两个的转速一样的时候，那么最后的转速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用那个角动量守恒，因为它放上去的时候的话没有外力，所以角动量会少。也就是说 ，I 一哈，欧米伽一哈，会等于 I 二，加 I 一，哦，因为它合在一起嘛，欧米伽二了。哦，啊，因为它解的是那个频率嘛，所以你两边把它乘以二派，哦 ，F 呢是等于多少？欧米伽是等于二派 F。欧米伽等于二派 F 嘛，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改成 F， 也就是说 I 一呢 F 一哈，它会等于 I 二加 I 一 F 二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哈？我们这个 I 是等于二分之一，m r 平方，二分之 m r 平方，哦 m r 平方，所以呢，这个二分之一可以约掉 ，m 的话就是 m 一啊，然后就是 r 一的平方，或者，f 二哈，等于 r 一。F1 除以 I1 加 I2， 哦 ，I1 F1 的话就等于 M1 R1， 哦，二分之一可以消掉，二分之M1 R1 平方，它的 M1 R1 平方加上 M2 R1 平方，它再乘以那个180。我带进去 ，M 一是440 ，R 一是300平方，哦，这是440乘以3.5的平方，再加270乘以2.3的平方，再乘以。那这样可以算出来。5390啊。哦，这是5390。这是5390。另外这是。1428.3，所以这样就等于0.79，0.79乘180。142.3啊，2.3就是 Rp 啊。好，那再来看呢，他说初始动能因摩擦力而损耗的比例。好，我们知道那个角动量守恒嘛，那那个动能哈，转动动能啊，Ek 哈，可以写成2I 分之 L 平方。哦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Ek 哈 ，Ek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分之 I 欧米伽平方。那 I 欧米伽等于 L， 所以是我把它除以 I， 它上面乘以 I 变 I 欧米伽。
实质的动能呢也多了一些哦。又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那个，二分之 m 平方哦。那一开始动能就是 I 一，它减掉多少呢 ？I 一加 I 平方，分之一啊。这样子。好，那我把那个 I 一呢抽出来。好，这是原来的动能。好，那这样就是一减掉多少呢？就这个除以这个，这个除以这个的话，这边 I 一加上 I 二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就可以把它算出来。这个本来的动能是多少呢？比例嘛，那比例的话哈，它就是德塔 1K 哈，除以那个 1K 嘛，它是原来动能的，所以比例是一减掉 I 一加 I 二哈，就是 I 一的 ，I 一加 I 二 ，I 加 I 一通温 ，I 一加 I 二减 I 一是 I 二。哦，所以是多少呢？那个是 m 哈 ，m 二 r 二平方，那个是 m 一 r 一平方加上 m 二 r 二平方。我刚算的话，把它擦掉了，太可惜。好，所以这是 m 二哈。M 二是等于270乘以 2.3 的平方，或者是440乘以那个3.5平方啊，加上270乘以2.3的平方，我那就算出来。1428.3啊，1428.3，是吗？2.3的平方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子？270乘以2.3的平方。2.3乘2.3就是了，乘以27，哦对了，1428.3啊，另外这个是440乘以3.5的平方，5390加1428.3，0.21啊，大概是0.21啊，0.2094，大概0.21。